你去，哎，你说，你腿怎么了？他自己摔倒了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看看。说自己没有刻意目的，偷溜别人滑不会，那看到别跑呀，还自己摔伤了腿，可不能怪我们。是我自己不小心的。自己不小心。你的记者证呢？我跑的时候给跑丢了。哎，他们万一联系我们杂志社，我肯定完蛋了。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？手搭哪儿呢？哟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我又没有义务回答。这会儿的确是顾不上，这不还有很多新的剧情要编。我见小林。起来。手。手什么手啊？这事管得有点太宽了吧？起来。 手，别理他。我自己来。警察同志，他去的是顾氏的美妆发布会，顾兰总是我哥李琛的未婚妻，他入场的时候我跟他们打过招呼的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谢谢。林代关系，以公谋私。宁总，你有话可以大声说出来。我说话了吗？ 待会儿和人好好解释清楚。哦，还有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救你，以后有这种事别随便 Q 我。我走了啊，好好的。宁总，宁老师，请您让一让。星真让你在这儿等着。屋子里人太多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到底在躲什么？李浅，刑侦同事到了，你赶紧去跟他详细说说。我来了。